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推介一隻咧物理防曬粉啦。咁佢就係 Iredale 出品嘅 Powder Me。咁佢裏面嘅主要成分咧就係一個 titanium dioxide， 即係二氧化钛，咁就有17%。而且咧，佢榮獲咗咧美國 Skin Cancer Foundation 推介嘅防曬產品之一嚟嘅。而且咧，小朋友啦、孕婦或者敏感肌膚咧都可以用噶。而且咧 ，titanium dioxide 咧係有一個鎮靜皮膚嘅作用噶，所以咧小朋友啦、孕婦甚至敏感肌膚咧都可以用嘅。如果大家經常性咧係要接觸太陽或者係接觸紫外線嘅話咧，係好難咧係補防曬噶。咁所以呢一隻 Powder Me 咧可以咧係每兩個鐘頭咧就可以係補一次，而且咧化咗妝咧都可以用呢一隻 Powder Me 咧喺上面咧補一補個防曬噶。而 Powder Me 除咗用喺面部，其實身體都可以用埋嘅。蓋頂上高咧仲有塊細嘅鏡仔，咁就可以方便咧補防曬粉。今个夏天就多一种防晒的产品给大家选择了。